你是什么卡小？卡小的人若穿上不合适的鞋子，若是咬鞋，发生疼痛就会演变成假小。卡小的人在这种避免假小的情况，都会有以下常见的对话：商场里卖鞋人看林爸爸的脚问：“你是什么卡小？”林爸爸对着自己的大脚丫调侃地说：“看来你是不知道林爸的鞋子穿几号。”林家祖母也在旁边偷笑着说：“别看他脚大，他的脚可香的嘞。”卖鞋人也笑着说：“林祖母看你是没臭没小。”就此，喧哗的市场又多了一份欢笑声。这样大家都学废了吗？快分享给朋友，让他知道你是什么咖小。控制室，中杯无糖冰美式。我们下次见。